拉翻個丘比特 Emily 潘碧玲，冇錯，紅娘今日就是我。今日咧我就身處喺電影《合約男女》嘅首映現場啦。咁今日嚟到現場嘅情侶，到底佢哋有冇愛啱人咧？幻想一下，如果而家世界末日到咗，佢哋到底想同另一半講啲乜嘢？我哋今日就一齊逼佢哋講真心話。我很幸运在这一生，我能遇到你，所以我爱你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一直在你的身边，我爱你。弟啊，如果一生我们爱不够，或者我们决定爱得更长久，地球依然在转动，世间依然善变，而我永远爱你，我不敢相信这世界。这世间如见如此未来的你，如果能用一辈子地留住我同你，在这个时空中，我将毫无保留，再一次我都会选择爱上你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这是世间每人的话，我想跟你说，下一世我仍然要做你的老婆。如果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国家，只要相信缘分，我们一定会愿意爱你。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。我都好开心。哥哥，死啦死啦！点算好咧？唉，算啦，瞓翻觉，开开脑咯，都唔错嘅。唔可以一齐生，可以一齐去，唔怕老嚟孤独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哥哥，我会对你讲，如果世界末日，唔使惊噶。惊嘅话系唔可以同相爱嘅人度过，享受我哋而家每一分每一秒接落嚟嘅时间。I love you。老婆，如果今日系世界末日，成日有我陪你一齐食苦。如果今日系世界末日，唔使惊，我会陪你面对成日。如果今日系世界末日，成哥，你可陪你。用心到最後一刻。